大家看到的这台车呢，是我们的 Q5 e-tron 纯电车型，续航分为560和520的一个续航版本。这个车的外观呢，也是有两种可以进行选择的，一个是锦衣套装，另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机甲套装。这个呢是咱们这个 Q5 e-tron 纯电车型上面标配的一个20寸的自修复轮胎。如果里面扎一颗钉子或者有什么尖锐物品直接插入呢，咱们里面的胶体就可以将它瞬间的包裹住，保证咱们乘车人员的一个安全。咱们这个车里呢具备双层的抬头显示，可以在这儿啊 ARHUD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，你像有一些呢是比较小的，这个可以做到了它的投射的图案更加的清晰啊。再往下看呢，就是我们一个钢琴口气的一个挡杆，也是非常的小巧，非常的灵活啊，和咱们的e-tron GT 也是一个同款的挡杆。再往下呢，就是它的手机无线充电，保证咱们乘车人员安全的同时呢，也可以给咱们的手机保持一个100%的一个续航啊。这个呢就是咱们的充电接口，一个快充，一个慢充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快充充电接口，是保证你充电30分钟呢达到一个80%的电量，而且我们这个是做过专项测试的，你电池呢做到满充满放500次依旧可以达到一个97%的一个电量。咱们车的后尾部呢采用的也是一个贯穿的尾灯效果啊，点亮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炫酷的，而且你看到这儿有一个40和50的小标识，也正为他们有是有两个版本的，40代表的呢是后置的单电机啊，永磁单电机，如果是50的呢就是双电机四驱版本的啊，续航里程呢也是分别不同的。